辗转是从下面往上踢，然后这个。没什么大愿望，没有什么事要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姐，现在跟阿平来摘顶货，那个下沉，看这个下沉，这个花都已经开了，开了好快，你看那些几天还是花苞，现在都打开了，啊、全部好多花苞了。姑姑，可以大呀。柔柔疲惫的眼睛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，我看看在果实这一块小心点，别把那个刚刚开的花给剪掉了，那肯定的，那搞掉了，那就只要一觉醒来穿的洒满阳光的温暖，不去想不必想，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。还没有小蜜蜂来采花啊，小蜜蜂不是跑到哪里去了，我们帮他飞到那个什么菜花里去了，油菜花啊，油菜花好没道理的开朗，大包昏昏的日常，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，只要自己光鲜花语。那个厨房就会装一批，那个墙上就贴好了不？嗯，要找人去搞那个吊顶。嗯，这边好快啊。那肯定的，不快怎么挣钱嘛？看来还是要有点技术。肯定的，你没有技术活，你就做苦力啊，摘果子啊，铲牛屎啊，割牛草啊，是不是吧？你不学点技术那怎么办？如果你会砌砖的话，嗯，你就可以去借房子，是不是？会粉刷的话，也可以去借房子，挖栗子啊什么，那个都挣钱啊。那你只会手上功夫，只会挖地呀、种玉米呀、种青菜呀，那这个谁不会呀？那肯定工资低了，是不是？这种给你50块一天，是不是嘛？啊，那个地板子它是从下面往上捏的，有朋友们建筑的会贴瓷砖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肯定是贴了下面以后，下面的那个墙砖压到下面就不看到那个接缝了嘛，是不是？缝隙了嘛，是不是？反正我是不懂，反正好用就行了。师傅怎么都是这么多。主要那个厨房你贴贴有机砂，我都觉得好，怎么样都好。没什么大愿望，煮好菜吃就行了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哼，有鸡肉你不想吃，那你还想吃什么？吃白菜，白菜萝卜啊，你喜欢吃啊？嗯，我喜欢吃啊，鸡腿啊，猪腿啊，鸭腿啊，这种我还是蛮喜欢的。青菜偶尔吃一点还可以，是不是？哦，吃点那牛腿啊，那跑得快，跑上山都跑得快一点。嗯，要吃一点的牛尾巴、啊、牛腿啊这种啊，是不是？风声在呢喃，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，只要一觉醒来穿的洒满阳光的温暖，不去想不必想，不用够了没有，那里结了5块5够了吧？答案一共才是20箱，20箱下沉开的。嗯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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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